目前呢是启立 upgrade 计划关键的第一步，因为留在东华村，它只会变成古董，无法跟世界舞台接轨。所以你们如果愿意让他来 Ashley 的话，他的未来才会有希望。启立来 Ashley， 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不过那就先谢谢你，笑脸陶给你人好好。安利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呢，你可以让他先跟在你身边，从助理开始磨练。 不能过度保护他，当然也不必给他太大的压力。毕竟呢，他算是有些基础啦。等到几年之后，他身上设计师，我们就要累积他自己的作品跟人脉。啊，你看，这些呢啊，这个国际知名的发型设计师，哪一个不是从助理做起的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算是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。安利小姐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谢你，我女儿未来的幸福就拜托你了。 阿姨，你说这都不是问题，但是要看齐丽的意愿啊。再说还有东华村，哦，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果然是内行人。齐丽要换来这里呢，怎么样都要先跟他的师傅说一声，不然不好意思。我现在就来去跟秀春讲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个明日之星的养成。来，计划书给我。啊，我要先走了，下次有空再跟你们聊。我要去 upgrade 好多事呢，拜托你们啦。哎，拜拜。阿姨慢走。哎。 陈玉兰20年后会不会跟她妈一样啊？易玉兰的潜力很有可能。哎，对了，你该不会20年后也替我们的小孩这样到处拜师求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过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呢，有了小孩之后就会自动的为他们设想这设想那，有永远操不完的心。那好，那如果你要做企划书的话。 可不可以做专业一点啊？而且你不会的话，可以请教我啊。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一起的小孩啊。哎，你现在在嫌弃我的企划能力不足吗？哦，不对哦，又不想太远了，还没有结婚就想到生小孩。哪会想太远啊？年底结婚的话，小孩明年就出生啊。认真一点啊，干嘛开这种玩笑？安利。 一直都很认真啊，而且我真的真的很期待我们的小孩。那个就是你昨天晚上做一整个晚上的东西哦。为了这小子，我可是第一次熬夜。 对不起，谢谢。启立啊，这一份哦人生规划哦，是你丈母娘精心帮你量身定做的，你要好好看呢。我一定会仔细看的。坐下，听我解释。哦。 这份企划书呢，是从你现在28岁开始，一直规划到你20年之后的人生。 没想到你会想到那么远。我对我自己人生是没有这么认真的，不过我对我女婿的人生可是很认真的。因为玉兰喜欢你，我也觉得 OK， 可惜呢，你只有外表 OK， 其他的都不及格。别担心嘛，不及格也只是现在啊。 我呢就把你这个女婿当做是潜力股，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投资你，未来你就按照我的企划书，每5年为1个单位冲刺，让自己的人生好好的 upgrade 一下，我就当做你呢是一只潜力股，好好的投资你。相信你跟我还有玉兰三个人都能有一个完美的满分人生。女婿，你有没有信心在33岁以前当上 Ashley 的首席设计师？ 我帮你答应了。哎，你是我徒弟，我是你师父，哎，我当然希望你的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啊。哇，如果男人在33岁以前能够像安利哦那样的社会地位，每个月赚很多的钱，然后养家活口，当人家的爸爸，当人家的女婿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只是，你有没有信心？
有，我有信心。很好，很有骨气。那这样5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娶我们家玉兰了。那时候妹妹应该也快30。哎，我不希望她太晚嫁哦。女人呢，就是要有定性才会幸福。绮丽跟玉兰的婚礼一定要很浪漫，要有很多粉红色的玫瑰花，还有漂亮的高楼夜景，还有像电影里面那个拉小提琴，后面呢还有两排那个撒花瓣的小花童。那5年以后你就当阿嬷了。谁想要这么早当阿嬷？让他们两个小两口甜蜜个几年再说嘛。那婚礼那天我不会做主桌。你为什么要做主桌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想要代表绮丽的爸爸。可是我们现在关系这么复杂，人家会不会以为你是玉兰的小姨妈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留到5年后再说？也对，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坐下，翻下一页。好。33岁到38岁这5年呢，你一定要存钱买到第一栋房子。男人呢，就要趁40岁以前拼命的冲刺，否则越老越有惰性。还有买的房子呢，一定要买在台湾的中部。谁知道10年之后台湾会不会下沉，或海平面会不会上升呢？买的房子呢，一定要靠山，绝对不能靠海。那个，反正你就是赚很多钱，然后买很多房子就对。没错，就在你忙着买房子的时候呢，妹妹就可以忙着带孩子。嗯，哦，绮丽跟玉兰的孩子一定很可爱啦。啊。第一胎呢，一定要生女的，姐姐才会照顾弟弟妹妹。那是要生几个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，生产报国啊。那我可以当干阿嬷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孩子呢，就是越多人疼，长得越好。哎，至少要两个男的哦，一个呢跟你姓李，一个就跟玉兰姓陈。姓陈陈小华生就好了。拜托，你们家搞燕娜都已经34岁了。那慢吞吞的个性，谁知道什么时候生得出陈家后代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哎，感情这种事情很难讲，说不定明年我就当阿嬷啦。而且姓陈干嘛跟绮丽要啊？陈振东又不是没生儿子。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留到10年后再说。也对，10年之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坐下，翻下一页。15年之后呢？我是想呢，那个，既然5年后、10年后都以后再说，那15年后、20年后也不要等到以后再说。哎，对啦，现在说这些太早了，说不定那时候世界末日了。对哦，搞不好那时候我们都搬到月球上了。总之啊，绮丽啊，你就把这一份哦人生规划好好的留着，那是你丈母娘的一份心意哦。女婿，人生很漫长，努力绝对不能松懈。你到底有没有信心？你想越多就越难。你只要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陈玉兰。我喜欢玉兰，我愿为她努力。很好。那这样，我想我们3个都有共识。什么 upgrade 人生升级计划书啊，好夸张哦，我妈真的要你这样做哦。嗯，为了你我愿意。管你啦，还有丈母娘来帮女婿做这种东西，这个大概全世界只有1本吧，你要好好说好。你干嘛啊？你想把她留下来抄给你未来的女婿啊？那是800年以后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如果到时候来写这一本，那岂不是太落伍了吗？说真的，我妈这样逼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不会啊，为了你，为了我妈，为了我们将来幸福努力，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有压力。只不过。我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东华村，我对小华哥不好意思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啦，我会在啊，我会把他顾好的。我妈现在也叫你女婿嘞，你会觉得特别高兴啊？这样子你以后就不用吃小唐警官的醋啦。我在想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跟你爸妈说我过去发生的事啊？
比较了解你爸妈，还是听你的。好乖呀、哦。如果按照我妈的计划书，这样子五年后你们就要结婚嘞。再过十年，就生小 baby 了。对啊，你这样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不会啊，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不是三年一个单位啊？哎呦，好丢脸啊！我怎么女生自己讲这个啦？对不起啊，竟然让你先说出口。给我三年。给我三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让你爸妈认同我，好不好？大哥哥，三年不可以让我等太久。嗯，三年。假奶妹，真的啦！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。随便啦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玉兰的妈？你跟玉兰很要好吗？那个，我听她说你最近住在东华村啊，我看你也不是秀春阿姨，当然也不是陈小华，所以我猜应该是。干嘛这样看我啦？还有好啦，我跟玉兰是好姐妹啦。那哎，可是我在路上遇到你，那只是刚好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是玉兰的妈妈哦。你不要这样看我啦，我什么都不会说啦。不用叫啦，大清早的，东华村呢，除了我办事的办事，买菜的买菜，没人在啦。师叔留我下来，我也不会理头发。坐啊。啊，那个玉兰是去哪里了？先帮我倒杯茶。哦。他去找绮丽了，要跟他去补货。哦，这样哦。嗯，那绮丽一定是去帮玉兰提东西啊。玉兰每次进货都买一大堆东西哎，你也知道男生力气比较大。假奶妹啊？真的真的。好了，随便啦。我问你哦，你跟玉兰很要好。亏我这几次没假啦，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次来找他休个假。谢谢你哦，平常这么照顾我们玉兰啊。
我偷偷问你啊，妹妹喜欢的那个绮丽，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？大姐，你已经知道了？女儿的心事，做妈妈的当然知道啊。大姐，你真的是很细心哎。我跟你说，绮丽跟维兰在一起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你知道那个李绮丽呀，就为人正直，脾气又好，而且她还是一个孝子，你知道孝子的典范呢。真的？虽然没有小华哥那么帅，不过也是满脸倒的啦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我都问过了，大家都称赞我女婿。我真没有想到他人缘这么好哎，看来我这未来的丈母娘果然没有看错这只潜力股。女婿。你更了不起，你还让他们结婚，用平等的眼光接受绮丽，你们全家真的让我觉得好温暖哦。你们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原来电视剧演的都是真的耶！等一下，电视剧都是怎么演的？我跟你讲，电视剧的丈母娘都没有能像你这么好的啦。一开始就接受更生人哦，像李绮这种刚假释出狱的哦，人生你就坎坷，你知不？你刚刚说。李绮丽刚假释出狱，她犯了什么罪？杀人呢？啊！啊！大姐，所以你不知道，绮丽杀了她继父，坐过十年牢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？秀春，这是真的吗？绮丽这么乖的孩子，怎么会是个杀人犯？他杀了谁啊？他杀了谁已经不重要了，当然重要。绮丽不是个凶狠的杀人犯，他是为了保护他妈妈，才会失手杀了那个失业酗酒又毒打他妈妈的继父。这个孩子。从来没有变过，他是一个正直单纯的好孩子，
如果你认为李绮丽杀了人还是个好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讲实话？那是因为你也不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，杀人是不对。但我是他的师父，我是要去质疑他，我是要当个保护他的人。莫非我这么相信你？你要保护李绮丽，那谁保护我的玉兰？玉兰不需要我们保护。玉兰知道绮丽是杀人犯，还愿意爱他。就算你们不认识绮丽，你们也要相信玉兰，不是吗？爱情是盲目的，我们两个女人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倩倩，当年你不是也愿意相信我吗？不是吗？陈志刚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的？你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穷小子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可是她现在爱上的是一个杀人犯，杀人犯，你知不知道？好啊，倩倩，倩倩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嘛。李绮丽是一个杀人犯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说实话，你叫我怎么能够不激动？你到底是不是玉兰她爸爸？这几天我们跟绮丽相处，她看起来不应该是个坏孩子吗？我好希望你们有多一点时间，可以跟绮丽相处，多认识她，多了解她，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孩子比任何人都还要孝顺，比任何人都还要善良。或许就是因为这份孝心，让她看不下妈妈受的苦，所以才把这份苦转移到她自己身上。你现在说的这些，我只能给他我的同情，我不能给他我的女儿。李绮丽是杀人犯，坐过十年牢，这个事实永远改变不了。他的过去毁了，未来也没救了。我怎么会让玉兰去嫁给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？谁说他没有未来？不管是我小华还是玉兰，我们都愿意给他机会。来东华村剪头发的客人也愿意给他机会。你们两个也愿意给我们愿意给李绮丽机会，那谁给我们机会？光是杀人犯三个字，你知道我们妹妹要未来承受多少吗？他们的孩子，我的孙子，永远都会是杀人犯的后代，谁会给他们公平的眼光？还有，你们陈家世世代代都会以家族中有个杀人犯为耻，你对得起你阿母吗？你不可以用这样眼光来看待绮丽。玉兰都愿意抛下世俗的观点，接受绮丽来爱绮丽。你怎么样？你来跟我说玉兰怎么样怎么样？她是我女儿，不是你的。我看你根本就是看好戏的心态，你恨不得我惨，你恨不得我们玉兰吃苦，因为这样可以弥补你这辈子没有被爱的痛苦。倩倩，够了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她能够忍受陈小华去娶一个杀人犯。倩倩，我们先等玉兰回来，再好好跟她商量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李绮丽，我是不可能会接受她的，有什么好谈的？你这样不是爱玉兰，你会害了她一辈子。陈振东，你现在立刻带玉兰走，不然我自然会有我的办法。哎，安妮小姐，哎，阿姨，你怎么会来？我正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帮绮丽安排好了。别麻烦了，这个女婿我不要了。你不是才刚说要帮她？我要麻烦你帮我订机票，东华村那些人都不能再相信了。我要把玉兰带走，立刻离开，越远越好。阿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么严重的事情居然瞒着我，害我还到处帮她 upgrade， 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不说别的，就光说你们 Ashley， 你们怎么可能会雇佣一个杀人犯呢？原来是阿姨，你已经知道绮丽是个更生人了。你也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啊？阿姨，这事情没有这么的严重啦。太可怕了，你们大家居然都联合起来骗我！不是阿姨，绮丽她不是这样。机票你不用订了，再见。阿姨，你不要急，我还没讲。不用再说了。塞，这么气啊！我跟陈小华讲一下好
你真的修好了？嗯。你看看下层还有什么东西。这个红包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包的哦，是交情最好的那个才可以包。干嘛那么客气？什么客气？这是家人才有的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包给你的结婚私房钱，我才不要等到婚宴的时候跟着一堆人在那边送礼金，那种感觉好生疏哦。林小华，谢。不用谢了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再包回来给我就好了，不能只多包200哦。是妈吉就要包回双倍。你真的很煞风景，我都开始感动了。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，也是最后一个了。以后就有另一个人会照顾你。如果说我还有机会送你礼物的话，应该是小华舅舅要买婴儿床给满月宝宝的时候。郑小华，你是不是最近看很多韩剧啊？小华，我那样想哭哎。哭什么啦？不过叫你包回双倍而已，你就哭，你未免太小气了吧？你神经病啊你！爱哭爱笑，黄狗撒尿。你讲很过分哎，那你就不能认真一点？好了好了，认真一点。你就快跟人家结婚，变成人家的老婆了，说不定很快也会变成人家的妈妈。你才要认真一点，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去维持的。你千万不要看何玉伟很好讲话，你就一直欺负人家。你讲一副你很厉害哦，那你是有结过婚啊？没结过婚的人当什么婚姻咨询家啊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欺负别人，不是人家欺负我？当然啊，我认识的林安利怎么可能会被人家欺负？被别人欺负，那到底是？好了。我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我去弄婚纱的事情，看怎么有消息我再通知你。嗯。啊，对了，我忘记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刚刚陈玉兰她妈妈来找过我，她已经知道绮丽的过去的事了。啊，糟糕了，那这事情会变得很大条哎。我现在谁也不求了，我要带玉兰去日本，就算你不走我也不管，我自己带玉兰去。你要留下或随便去哪里都可以。你动作这么快，不行吗？可是身上没有钱到日本去太冒险了，万一你跟妹妹又吵翻了呢？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卖翡翠的钱我有自己留一点在身边，替自己留点后路，否则离开东华村我们一家人要去哪？连这点你都想到了，可是你说两天后就走未免太急了吧？我巴不得今天就离开东华村。天天，这凭我在商场上打滚这么多年，人的好坏总看得出来，绮丽绝对不会是个坏小孩。凭你在商场上打滚多年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还不是欠了一屁股债，人生要重新开始。你看人会有多准？陈振东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杀人犯在一起？我当然也会担心啊。担心那就跟我走啊！我都安排好了，我妹会在他们家公司替我安排工作。到日本你也可以计划一下怎么样东山再起啊！你要到日本工作？当然，那不然玉兰怎么办？你变了，你以前连订机票都会搞错，还需要别人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，你现在居然可以做到这些，还说要去工作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会做这些事了？那是因为你把我跟玉兰保护得太好了，所以我从来不需要去做那些事。但是一个妈妈为了保护女儿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。是我还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些年那些。
留给一个杀人跟杀人犯谈恋爱，这才叫做开玩笑。对，晴天过去是犯过错，可他现在是规规矩矩的努力工作，上进踏实啊。他现在哪一点不好了？你之前不是说他很不错吗？之前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过去啊。那就代表你对他有偏见，就因他的过去，所以你要抹杀他所有优点。对，我承认我就是有偏见。这种事情没有一个当妈的会客观公正。瞒我这件事情，这就够我把你带走，好好管教管教了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，我只是没有机会告诉你。妈咪，就给齐丽一个机会嘛，你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证明他很优秀啊。好，妹妹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直接带走。在这种小地方闷久了，连眼睛都闷坏了。等你去外面的世界刺激刺激，你脑袋才会清楚什么才叫做好男人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外面世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体力。你不是一直说你最爱我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爱一个我爱的人呢？如果那样，妈咪就是害你，不是爱你啊。齐丽真的不适合你，你从小被保护惯了，真的不适合跟这种有过重大污点的人在一起。那爸呢？爸现在不也是犯错吗？那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？而且你还担心跑路？欠债的人钱还得起，杀过人的人命还不起。他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罪，背负别人异样的眼光活下去，你知不知道？妈咪的话，后天一早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来跟我阿准，我哪里有不要去？妹妹，谢谢，谢谢。妹妹的个性就跟你一样，你不能硬着的，你就先让她静一静。妹妹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还不都你宠坏的？哎。我绝对不要离开启立，启立一定有办法让我留下来。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嘛？就因为启立之前犯过错，就这样否定他的一切，他已经付出代价了。不是玉兰吧？是我看错。启立，就是因为你已经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了，所以现在我绝对不能让当年的事再度伤害你，让你更难过。这次我要自己来面对。总之，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，谁都阻止不了我。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来捍卫我的爱情。啊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哦？要是被我知道谁那么大嘴巴说漏了启立的事情，我一定要他好看。针线、订书机、三秒胶，可以用的我一样都不会放过。有没有可能是你妈晚上睡觉，忽然梦到阿妈来托梦？最好是的。就算是哦，我要杀到天上问我阿妈，为什么要拆散我跟启立？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。丽如，啊，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。哦，嗯。
所以我跟齐丽都很珍惜这份感情。我们是真心的喜欢对方，绝对不是玩玩的。丽露，是你应该也是知道的。如果就这样硬生生的拆散我们，如果要我以后听不到绮丽的声音，看不到绮丽的样子，甚至因为不提绮丽这两个字，那比较我去死还难过哎。那我不如现在就跟秀川阿姨上山出家算了。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啊？丽露，丽露，你不要哭了。看你为我的事情那么伤心，看了好心疼哦。早知道你会这么伤心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可是你是我最好的姐妹啊。可是我那么聪明，早上从东瓦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都想不出来，这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啊？可是三个臭皮匠胜过……等一下，你刚说什么？早上从东华村回来，你早上去东华村干嘛？你那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？玉兰，玉兰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马丽露，那个说人话像吃了泻药一样，只有大嘴没有大脑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玉兰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我已经很尽力要弥补了，玉兰。你不要生气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听你说什么？你说的还不够吗？马丽露，我现在想要和你冷静，冷静一点，冷静。玉兰，我以前是你的好姐妹，我以后一定会当你的好奴隶的，玉兰。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了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你就学那个朱丽叶，先躲起来，假装殉情，然后再征求你爸妈的同意，让你跟丽绮丽在一起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他们最后都死了，你要我跟绮丽像他们一样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说的那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他们两个哪要死啊？他们是变成蝴蝶了啊！变成蝴蝶不就是死了？哦，那不是死，那叫转身术，懂不懂啊？哎呦，我现在自顾不暇，我还管什么罗密欧跟祝英台？哦，好了，那说回来，那有那个主意怎么样？你就先躲起来啊！坦白讲，马丽露。躲起来这个点子就是烂透了，可是烂方法总比没方法好吧？现在也没办法了，只好试一试了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玉兰，吉固为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你跑路的这段时间，所有费用我都包了。马丽露永远挺你。希望这招对我妈有用。喂，哎，陈玉兰小姐啊，你真的要住这间哦？这间看起来很……灯光美，气氛佳，设备高级，住起来一定很舒服。可是价格肯定很不舒服。没有啦，我是说，你要不要住我们卤味摊附近那个小旅馆就好了？什么？那间小旅馆？
你是说那个招牌好像随时会掉下来，从外面看洗澡洗到一半会没水，然后地毯被淹烫了个一洞一个洞的，什么都破，只有价格漂亮的小旅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来这样才有跑路的 feel 啊，大家看到你住在那破旧的小旅馆，就会同情支持你这个落难公主嘛。啊，第二，我距离较近，你才方便掌握所有的情况，严明对策。啊，第三，古有名训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听老祖宗的准没错。好，让我告诉你哦，一。我今天会跑路，是因为误交一个大嘴巴的损友，任谁听到这个就会同情支持我了。二，想要掌控了解所有的状况，不用亲自出马，一有风吹草动哦，我那个大嘴巴的朋友就一五一十的全部帮我广播出来。三，对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你一个嘴巴大到太阳穴的朋友，那最安全的地方也会变成最危险的地方。我讲完了，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，玛丽露小姐？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再贵的 motel 的钱，我都得出就是了。谁叫我那时候答应你跑路的费用我全包？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改变主意了。原来跑路也是会遗传的。我老爸跑完，跟我。无助的感伤，我一个。